爱吃鸡儿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这玩酱。伴随着熟悉的音乐响起，你是否回忆起曾经的心酸经历？在吃鸡儿游戏中，最悲伤的事情莫过于遇到外挂，我们就把这些外挂玩家称为神仙。今天这玩酱就给你解开这些神仙的神秘面纱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什么枪法啊？啊，有毛病有瑕疵，有毛病有瑕疵，这人他拿 M4 那么老远给我打死的，这人肯定有毛病有瑕疵啊。那 M4 咋一下就给我爆头了？看这家 KD4.5， 这小子有毛病有瑕疵，这人啊96场，前十94，前十74，剩下的全是获胜。你看他不是96场，不是前十就是获胜啊，不是前十就获胜，这还 4.5 KD， 这小子有毛病，他拿 M416 那么远就给我干死，不行我得观战他啊，这小子。好几天没抓着外挂了，看他们直接奔这队人去了。你看看打倒人了，你看着没，搁车上坐着就能把人打倒，这么老远这 M 事儿有没有毛病，有没有瑕疵吧。你看你看这小子有毛病有瑕疵啊，你骂提前枪啊，看着没，这肯定不是高手了，这小子有毛病。看这么老远打倒了把人，这么老远把人打倒了啊，他不单是偷视那么简单，那么老远啊直接给人打倒了。来车了，完了，啥也不是。好，烟给灭了。好，回放淘汰一下啊，看看这小子怎么打的我。你看他啊，拿红点儿，看着没，拿红点儿隔着树，看着没，他隔着树就能看着我，看着没，是不是挂？100%是挂啊，实锤了这小子。举报，外挂，不用看了，100%外挂啊！他不单是透视那么简单，这外挂挺厉害，隔那么老远，用红点儿就给我干死了。你觉得这些人是不是神仙呢？不妨在留言区里说一说你的看法。